我看到了。各位看，咱们该工作人员身着黑色工作服，白衬衫。张亮，黑工作服啊，黑色的工作服，白色的衬衫，这个人穿着，而且她是一个女生，找到这样的人，啊，黑色工作服，白色衬衣。你看，平常在园区里边的那个工作人员，全都是穿民族服装啊。哎，你好，景区管理处在哪里啊？景区管理处在哪里？解后。嚯，谁罚你们钱啊？平时谁罚你们钱啊？平时哦，一在那边是吧？喂，我现在在那个停机坪这儿，我准备进屋看一看，看看工作人员会不会在屋里或者在哪儿。因为穿西服的，不应该老在外面瞎溜达吧？对吧？我觉得。年龄应该在这种很仙儿的地方。娘娘，哥，你甩开他了？甩开，他去那个府了。问问那个宫女吧。姐姐，姐姐，娘娘呢？是吗？哎，太靠谱了。娘娘在哪？娘娘呢？娘娘，你帮我问问哪有王府的娘娘啊？你们自己找吧。娘娘在哪？娘娘应该在公主府。看见娘娘了吗？王府的娘娘。王爷府在哪？王府的娘娘。直走往右。好嘞。王爷府的娘娘。大恩大德，来世再报。娘娘呢？看见娘娘了吗？娘娘在哪？娘娘。这是个死循环。姐姐。哎。娘娘在哪？王爷府里面。哇哦，哎呦喂，娘娘，副驾，来者何人？高能上，你，保安，你好。娘娘问你们，既然你们来到本宫这儿，肯定知道本宫有你们想要的东西。什么呢？侍卫，把他们两个请走。哎呦，别！不是，我们要在您这儿得到重要的线索。这样吧，能不能有人给我唱首歌呀？娘娘，你想听什么？那就唱一个套马杆的汉子吧。套马杆汉子，我会。嘿嘿，噔噔，嘿，噔，耶耶耶！什么时候开始唱？噔噔，套马的汉子你在我心上，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。那边不能去了吧？套马的扬起了。看来你们是来糊弄本宫的呀。不是，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来。看家本领。哎呀，这个，喂，我们给娘娘唱歌呢。娘娘，哪儿啊？我们现在找，我找不着。就在那个金锁那个桥那儿吗？右拐。你们给娘娘表演节目，娘娘给你们表演节目。我们给娘娘表演节目，娘娘怎么能给我们表演节目呢？是吧，娘娘？那你们等着，我过来给娘娘翻个侧口翻。好嘞，拜拜。酝酿一下情绪，你看。快唱这个！快唱这个！本宫喜欢看戏。来，我剪子嘞，枪才刀，哎，嚯！妹妹你喝穿透。给我一杯忘
心碎，换我一夜不伤悲。你看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现在我们的诚意你已经看到了。侍卫，把他们两个清走。啊！来，你来找我，你来找我，你来找我。找得上你找点线索，因为有黑衣人在抓我们，所以我想阻止那两个猎人放出来。嗯，怎么办？我帮你也可以，但是我也需要你帮我一个小忙。啊，我现在正在追书神器读书 APP 里头看一个小说，然后我希望有一段话你能帮我演绎出来。好啊，好啊。第三段，就一句话就可以。给你棉袄，快穿上，别冻着，快，给你根冰棍吃。太黑了，简直太黑了，我要点灯泡。点开了，好，特别棒，演技派演技。所以我希望你的手机里也下载一个。我刚完成任务。Hello， 因为上个班没事，你去园区里边溜达溜达。书神啊，这不有吗？对。OK， 好，安装。好，安装。来了一个谁？娘娘好。不能坐，娘娘没坐，娘娘没坐呢。好累。那好，既然你们这么用心为本宫表演，那就去吧。来，这是你们要的线索。这是现代吧？对，现代，绝对是。2017年，云南民族村地，但这个地方应该有他们要找的东西。来，小凯，用你的 OPPO 拍下来，给他们看一下。来，用我的 OPPO R11拍摄，前后2000万，拍照更清晰。